每一天，这个时间，那就是最宁静的时刻，也是咱心灵分享佛陀的世界，这种宁静啊，要好好用心、诚意来接受、听、合法啊，修行啊，一定要用诚意的心。佛陀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、诸佛，都是同款修行求法的过程，无离开诚意。所以，咱现在学佛，嘛是同款爱用诚意。过去咱讲过去啊，文殊菩萨啊，来引述过去有一尊佛，名叫做日月灯明佛，佛也有伊的通号，宇宙的大觉者。伊出生伫人间，伊用心，伊诚意，伊坚定，伊修行啦。经过了修行这段坚定的心志，所以心无摇动，向着真理、宇宙间的事物道理去探讨啊。伊终于呢，体会到啦，迄个心灵解脱，那就是啊，咱凡夫啊，本来都跟佛同款的，只是咱的诚意无够，咱的定心无够，咱探讨的精神无够，所以呢，有真多的态度，甲凡夫的习气，无法度呢，安尼去改去治，所以咱也阁是名称叫做人。那佛呢，伊是伫遮尔遮多人的其中脱颖而出，伊挣脱了即种的无明烦恼，甚至呢，伊是过去无量劫来都已经成佛，意思就是讲，真长的时间保持着这份呢清净无染的本性，而不受染。这回来到人间，是要献上成佛，只是要引导人人，让人知影讲，同款伫人间出生，同款有父母，同款有好歹的环境，伊伫好歹的环境中呢，他无受着现前的境界，该忧郁去。伊的心无乱去，所以这就是表示，原来清净的本性保持得真好，未受现世的人事物去忧郁伊，也搁再会当进一步探讨呢，人的生命中的功能，到底心是伫咧想什么？啊，是安怎伫这种的人生世界呢，受这么多无同的苦磨，利用这个时间，就是献上出家啦，这就是要来引导将来啦，人人啊，在呢这个迷茫中，要安怎会当觉悟，那就是爱脱离迄个小家庭啊，啊，伫迄个世俗的染着，啊，脱离迄个环境，所以他才当专心嘛。这只不过呢，是现这个形，
就定来甲大家人讲，剧本家己写的，一本剧本啊写得好呢，啊，伫这个人间舞台上所演出来呢，那就是一出真成功的历史啦。每一工的戏码，都是真有价值的历史啊。释迦牟尼佛的历史，一直传，一直传，到现在2000多年咯。大家人也阁对着伊，这个精神理念，那法会当通永远留着，所以才会当安尼呢，代代相传啊，历久常新啊。这叫做真理，这尊佛的名称叫做释迦牟尼佛，这就是别号啦吼。但是呢，佛跟佛的中间嘛有同号啊，嘛有别号啊，同号，同款的条件，就是感悟。感悟宇宙万物的真理，叫做大觉者。伊的感悟的境界呢，要平者，才会当称为佛。佛呢，就是大觉者，这就是同佛哦。那日月灯明，日月灯明啊，那就是白佛。这是啊，文殊菩萨要让大家人知影，现在的佛是安尼，但是呢，过去也阁有所看到的佛陀，伫要讲经的以前，也是同款现安尼的相，同款一个同号，那就是佛啦。所以这就是佛。名号的稀有吼，唔通想讲吼，啊，这安尼感到不断的解释，咱爱先了解呢。人间世界，甲佛的世界道理相通吼，那也修得长万无量劫，因为这是表示，咱爱知影讲。生活不是遐简单呢，迄都爱伫中患无量劫啦。五种奇劫，伫佛经的内底叫做五种奇劫。五就是无，种呢那就是长啊，长到无法度去测量的时间，这叫做中。万无量劫吼，无法度去算计呀时间，所以修行唔是短暂的。有个人讲啊，但我修行一世人啦，啊，我听经啊，嘛是听一世人啦，啊，我嘛是同款安尼，啊，烦恼满满，好亲像聚会啊，咱会。水禅立经藏啊，真多真多的住者人啊，经过了这处立经藏啊，大忏悔啊，持斋戒，将因的整个生活呢，拢改变啦、啊，改变了过去呢不良的习气。大家人来分享，改变了过去呢，家庭亲子关系紧张，改变了伊心情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过去紧张、猜疑、恐高、傲慢哦，等等，是过去。现在反省，知影爱改啦，所以改变了自己呢，同时嘛是改善
他人。听到安尼故事呢，真欢喜，嘛足温馨的啊！这就是佛法，佛法对人间呢，就是有所用处。所以世间不调和，人心不调和，这不调和都会有毛病，所以需要灵方妙药。啊，这个妙药要对到位啊提来呢，那就是佛陀所说法啦。所以佛法在2000多年前啊，经过了古今大德耐心用心长途跋涉啊，从中国啊到印度取经，从梵文取回来到中国，翻译了后，这文字安尼流传落来啊。所以这时间长，有文字啊，甘只是干那安尼尔？要产生这个法，从佛的口中讲出来，那就是伊的内心，迄份的清净无染，伊成就呢，伫无用所结。所以要予大家人知影讲哦，咱毋是一生一世都有法度啦，连佛呢修行啊，伊。嘛是要甲大家人讲真久啊啦，啊咱凡夫吼都未得未得啦，我知啦知啦，我拢嘛知啊，迄拢我都听过啊，听过较简单啦，啊有了解无？啊了解啦了解啦，我解释互你听，哦伊会晓解释呢，条条是道，啊你做会到无？哦。做会到无？啊，看看呐、啊，哦，还要选择性的哦，这无普遍呐、啊，知啦，做会到啦，有选择性啦、啊，这呢，都也可无普遍啦、啊、吼、哦。那咱一定要有一个正遍地明行足，这就是讲佛陀伊修德。用完这个修的德行啦，修行的过程得到这个道理，显示出伊的德来，所以德者德也。咱要修行啊，爱下功夫落去修啊。所以咱伫咧修的过程，哦，体会到啦，这就是德吼、哦。那德呢？真正在咱的内心啊，真自然变作一个真自然的德性，所以本性圆明自然，这句话大家人原来爱定啊，藏在心里。咱过去呢，真正的模糊啊，哦，一块镜照到这个境界，哦，红花啦。绿叶啦，我知伫这个镜的内底，都亲像咱凡夫啊，啊瞬间的听到，哦，我知啦，红色的是安尼，绿色的是安尼，心镜呢已经铺伫迄个所在，但是呢，咱的心镜真紧过乎其他的呢，就该顶替落去啦，所以正面呢。低调，后面呢藏落去，好歹呢都是安尼伫遮照啊，伫遮消失去。咱凡夫的小斤小地啦，就是迄个色面的镜、单面的镜，这个色面、单面的镜呢，就是照什么有什么，好歹拢总照，但是真紧都袂记哩。但是呢，佛陀到甲觉悟啦，这面心镜唔是片面，它是
圆的、圆的啦，分性性，圆明自性，可以四方八达上下，拢总呢照会到，不只是照会到，是非分清清楚，这都是佛陀的修德啊，那。伊爱用真长久的时间，这片的心境呢，才会当人运用，而且是真自然呐、啊。所以，咱爱了解修德，甲咱现在凡夫的小斤小气吼，那绝对是无共呐。伊已经呢，积聚十德妙有十德啊。十德就是佛的通号十号啊，如来应供正遍地顶顶啦，这拢是积聚真深深微妙一德吼，那所以积聚十德妙而稀有，这是佛的通号。通别明好啦，妙稀有吼，那法性深远，妙稀有，证明咱的文也有浮现出来，是啊，文殊菩萨安尼甲咱解释哦吼，那过去迄尊佛啊，甲现在即尊佛啊，拢总共款，伊有法性深远。微妙稀有，这是什么凡呢？是大凡啊，普通啊，凡夫啊，无法度通体会，就是体会呢，也无法度呢，无漏掉去，因为咱凡夫就是有智慧啦，嘛是有六智，前一阵拢一直甲大家人强调，咱人人。有智慧无唔对，但是咧，拢去互老去吼。啊，今仔日讲知啦，知啦。啊，过来呢，互咱的习性代替了咱知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知的法啦，伊都无去啦，那就是烦恼。有了烦恼呢，那真实法都老掉去吼。所以佛啦，无老。无了地呀，佛陀已经到无了的程度。所有的天下啦，宇宙万物真理是真的道理，绝对呢是伫内心里无漏去啦。这呢就是大法，就是最殊胜、最深远的法。所以法性深远妙。是稀有啊！啊，这就是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佛佛都懂，所以呢，伊一通好吼，安尼大家人了解了吼、哦，就是证明佛过去、佛现在、佛未来，佛同款名称拢叫做佛，同款伊都爱集中呢，有安尼的妙法，有安尼的德行，这拢总是。通好吼，就有。两种的功能，一种呢，那就是明，咱那是白天呐、啊，啊，东西南北方向真清楚，倒一条路是通的、安全的，咱会当行。这呢
是光明啊，导向咱一条正确的道路。这是日，搁再来日，除了光明引导以外，迄天讲过去会当成熟吼，大地五谷杂粮啦，会当生长起来，嘛都爱靠这个日灵啊，日吼，也这个光明吼来照耀。月呢，嘛有两种的功能，伊呢会当地热，哦，一时头日头照夜暝吼，徛伫外口徛袂调哦，啊，暗时来啦。暗时暗暗哦，但是呢，月圆啦、光啦，伫个外面呢，哦，足清亮的哦，抬头望月啦，境界真水呀，予咱的身心清凉。搁再呢，月嘛会当破暗嘛，无月时呢，外口暗时就是暗暝啦。那等到呢，轮转来啦，月出现啦。暗都破掉去，那就是呢清凉的月暗暝哦，吼，那是真光境界真现哦。这就是咱爱了解讲，这尊佛那就是智慧显示出佛啊，有道理之感的智慧。那咱众生都迷茫，那迷茫咱需要呢光明，需要光明，除了日。甲月啦，这个世间自然啦，这种诶完明自然的世界，那就是需要日甲月吼。所以呢，日月定明佛来人间啦，就是要破除众生迄个烦恼傲热啦吼。那月呢，就是要来使众生呢，会当心会当冷静。正直清定啊，予咱自然希望导向咱立志发心立愿，那这叫做道理智觉菩萨啦。各位修行者，咱应该呢对佛的智慧自然啦，咱应该爱用心学，唔惊路偌长，时间偌长。只要咱起步，唔惊路长啊！所以时时，大家人爱多用心。